礼拜拜六四点到六点要考试吼，啊，恁呐读读来转去，啊，搁今日注意听吼，今日即几日来注意听，啊，转去搁迄个台湾论搁看一下吼，读读咧，这少年咧下个礼拜来考郡守，哦，说简单也很简单哦，可是足少人考过呢，是非选择呢，无叫你申论题哦。吼、哦，啊，足侪人拢考袂过吼、哦，啊，就是无认真复习啦。啊，伊个吼，伊个考题吼、哦，拢有一挂陷阱啦吼。哎、哦，哦，啊，对，啊，这条对，啊，所以后壁佫一句唔对的啊，啊，你就甲写对了吼。哎、哦欸，希望大家吼、哦，安尼等你啊，再复习一下。下个礼拜，我那拜六啦吼、哦，四点到六点，两点钟的考试吼，啊，当来参加考试啦吼、哦。啊，我今仔日。主要要讲的是要讲迄个台湾现在的迄个国际形势。哎、欸，台湾话听无，请举手。哦，安尼好，好，介好。哎、欸，那个北京话嘛，无啥认得了哈。哎、欸，虽然可以，但是讲的不是很好了哈。啊，所以我按掺杂着讲了哈。哎、欸，我今仔日说要。讲的是这个，目前台湾的实际，迄、那个国际地位，哦，啊，两边拢哈，实在诶，这个台湾到底是什么？台湾的地位哈、哦，一直被您迄、那个潘良华议长跟您讲过，台湾有一个华丽台湾，啊，一个什么台湾？政治台湾，啊，拢叫政治台湾哈，安尼用个长。世界大家都不知道到底台湾是什么啦，啊，实是讲台湾是，哦，目前是一个地理名词尔啦，哈、哦，台湾不是国家嘛，哈、哦，但另外应用一挂美国安那看台湾这个给大家哈、哦，啊，伫要开始讲这以前哈、哦，来先看这是啥 ？TCC 是啥？台湾西部 government 哈、哦，哦，台湾西部是啥？平民哈，人民平民，诶，迄个 government 哈，台湾民政府哈，来，咱逐摆伫迄个咱的家己的州，啊咧开始的时阵吼，啊拢会有唱三条歌，有无？吼，拢有唱啊，早开始的时阵嘛是有唱三条歌嘛吼，第一条唱啥？哦 ，extra song 就是一个。Exodus 是出去的意思哈，啊出去的歌，就是出埃及的歌哈。这条歌是出埃及记的内底一条歌，啊，咱反调足侪人安尼唱，啊，唔知影这个歌内容是咧讲啥，啊是一只，互各位知影一下哈。这是这条歌主要一直咧讲，这是我的土地，这是我的土地哈。啊，上帝给我了这土地。给我了这勇敢古老的土地，当朝阳照在丘陵与平原上的时候，这就各位我看到了，看到什么？一个孩子可以啊，那自由奔跑的地方哦，这就是这是自由的土地的可贵的地方了哈、哦，哎，自由奔跑的地方。我今天和咱今天的请问这临时。国歌的意义，迄内容是啥吼？无按大家唱咧，啊，唔知影啥，都小可看啊，复习一摆吼、哦。来，请牵我的手，带领我行遍这个土地，哦，带领我行遍这个可爱的土地。我虽然是平凡人，但只要你在我身旁带领我，我知道我将会变得更坚强，将这个土地变成家园。哪阵需要建岛的时阵哦，这个歌讲哪需要建岛的时阵，我要奋战，将这个土地变成咱家己的家园哈、哦，真的，即使奋战至死，这是我的土地，这是爱咱的土地的属的情操啊。所以咱暂时进无国歌的时阵，咱用这条做咱的临时国歌哦，临时国歌哈，哎、哦，这做咱的临时国歌。啊，第二条吼，恁是安那个爱唱日本国歌？
对对吼，咱一直等的，一直咧强调讲日食美善吼。啊，迄个理由，我今日有用个法律，各个单位再复习一下。高级班一定爱将这个法律拢总清楚了，你要去跟人讲吼，啊，讲个好势。反正你若无，我阁甲恁整理一摆，所以你跟人讲一摆，讲啊，系啦，啊，讲无咯，嘿，啊，我将各甲各位整理一次吼。啊，这日本国歌。足短嘛，三十二字尔啦吼，吼 ，Kim 个幼啊吼，这三十二字尔，那算是足短的啦吼。啊，这个国歌吼，最近较当个在较早明迄阵做的吼，1914吼，吼到1915，1945，较少三十一档尔呢，到大迄个二次大战结束了。叫这条国歌叫麦阿萨甲停开，讲啊，你这是咧歌颂恁天皇的嘛吼，啊甲停开。到大战了吼，这条国歌就无用了哦。到当时才阁用。这无偌久以前嘛，1999十通当前了嘛吼，十通当前国会阁通过讲，咱就爱阁倒来唱咱的国歌，因为。就无一个国人无国歌吼，安那顺无成功。啊，即摆日本的首相一直阁要改宪法，要改予变古早的日本啦吼。真的日本是普通的日本，毋是迄个明治宪法的日本哦。明治宪法的日本较大较强壮，啊，即摆是一般的日本，较无限大，所以一直要改制，一直日本人一直要予转到迄个明治天皇的时。诶，迄个国家吼，吼啊，1999年8月13到今吼，啊，虽然32字吼，啊，那算是世界上底，事实不然吼，世界上底的国家，世界上底的国家，有一国，这常识啦吼，对一国的国家上底，全世界上，我有写伫啊。乌干达，他只有25秒的唱了啊呢，25秒的一个歌我无敢讲，我唔敢用出来了，因为啥？这乌干达这个国家吼，伊有版权呐、啊，啊，我若算这公共场合，这拢有咧录音，有咧啥？我若是公共场合甲放出来吼，啊，甲放出来吼，爱缴，无爱纳钱啊。唔免亲像，我都爱甲纳钱啊，该当用，所以我唔敢用出来吼。啊，所以这常识啦吼，全世界上底是乌干达，这个国家上底啦吼，乌干达吼。好来，啊，过来，搁过来，因为是迄个美国总统迄个占领的吼，是安那开？我搁查一下，是安那开？美国总统。美国占领的，根据什么？对，所有的条约吼，上悬的吼，咱古早拢唔知影迄个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就是旧金山合约。这个吼，古早你个台大法律系有哪无咧读这条呢？旧金山合约无要人读呢？哦，啊，拢也无人翻译啦。啊，最近较有翻译出来，中文版的吼，无古早读无吼。古时阵吼，咱上少爱知影三条啦，唔免拢总27条啦吼。咱唔免读较多个条，第一条吼，就是二 B， 吼，第二条二 B 是咧讲啥？日本放弃什么？放弃什么？放弃什么？吼？放弃主权权利，但是主权义务是无放弃啦吼，这是二 B 啦。啊，搁一个拄啊，大家讲的23就是写啥呢？古旧山用23条写讲，美国是 chief occupying power， 就是主要占领全国。chief occupying power， 用 power， 就是你是。美国是主要占领国啦，吼、哦，23条，啊，所以咱2B、23，啊，搁一条爱怎样？4B是写啥呢？写讲 USMG，
咧讲着迄个美国军政府的代志，哦，所以恁咱那下一定这三条拢个，剩的佫有迄个中国的利益啦，韩国的利益，现在唔免个，这三条你佮记得着，主要啥，哦，足侪条二十七条，唔当逐条拢三到无半条哈，哎、哦欸，这三条二 B、四 B、含二十三，一定爱记咧哈，啊，这个佫佮他们讲一个，迄、那个时间吼，迄个。古今山河的时间，哎、欸，你考试拢会考迄个时间呢，哎、欸，啊，足侪人会疏忽掉，哦，你若有要考试人，那个时间吼、哦，一定要记得哈，哎、啊，若要来考的，啊，若无要来考的，时间是无啥要紧啦，因咧，迄也免记，迄来看就有啦咧吼，但是要考试，哦，要做军校的人爱知影讲，哦，哎、欸，当时是啥物条约，啊，古今山河是当时啊，啥物啥。考试拢会考这呢，哦，迄时间就要紧哈、哦，啊，所以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啊，所以咱即卖是应该是和美国占领的，所以咱爱唱美国的国歌，来，美国的国歌，我甲翻用一个用这甲翻出来哈、哦，来，这个美国的国歌诶，你做。在写这条曲的时候，在做这个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呢？他还在和英国作战的时候，因为革命嘛，哦，不爱和英国统治嘛，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做的，啊，所以你看伊这个国歌，你甲看，你若知影那时候的状况，那时候的情境，就是咧讲，你看，你可看见透过一些曙光，对着什么发出欢呼的声浪，随着跨条的民心吼，迄、那个冒着一夜的炮火，哎、欸，是甚物一夜的炮火？他们和英国军在打仗的时候，哦，炮火依然哈、哦，在我肩膀上，火炮闪闪发光，炸弹轰轰作响，他们都是见证国旗安然无恙，哦，就是咧，堪比迄个形容咧，堪英国咧战争的时啦，哈、哦，国歌吼。哦就注重这个，在这自由的国家，勇士的家乡，一点拢强调自由啦，哦，一点拢强调这个自由的国家，迄、那个国哦，迄、那个自由，哦，拄我只埃及的嘛是，哦，哎啊，日本人是那咧歌颂讲千代万代，迄、那個、日本天皇万万岁迄个啦，啊，英国的嘛是咧歌颂迄、那个英国女王，好、哦、万万代哈、哦，啊，所以。国歌一定拢是这个，我即摆用这条安尼内容，互恁知影吼，就是要互恁知影，然后讲台湾目前，咱台湾民政府也无正式的国歌，所以恁若有好朋友会用作曲的，吼、哦，互知影，讲用这自由怎么样表现自由，啊，你作曲起来，啊，就吼，把你啦。一定会征选咱的国歌嘛，吼、哦。啊，搁有一条迄、那个，这是咱较早东兴家己做，叫做《日食美战曲》哦，《日食美战曲》啊，有只收着。来，咱这个南岛苏贞发源地，吼、哦，名叫佛马萨米勒岛，外邦吞达是过去，今日。帮人子弟出头天，哦，感谢上苍，赐咱旭日照风局，风局是啥？这是咧指，菊花是日本的迄个国花是，唔是樱花哦，是菊花哦，黄菊哈、哦，风局。感谢上天，听咱百姓用美军，美国的伊无用这水的美。哎，伊是用米这里哈，美国用米这里啦。日本在讲美国是写米国哈、哦，不是美国，是米国哈、哦哦。来，坚信勇敢站起来，创造咱的新台湾哈、哦。哎，这条那是那个日食美战曲哈、哦。啊，够一条，这个基督教拢会用这条做差不多玷污要国歌了哈。哦要做国歌同款，啊，这条是一个足有名的，咱台湾人伫世界足有名的人做的，这个叫做，这
萧太然啊，哎，萧太然者哈，啊，这太平洋西南海边吼，这地吼，啊，来，来，一样唱，来唱一摆，来，来。太平洋西南海边，美丽岛台湾最痴。早前受我邦统治，建国大地出头天，共和国宪法的基础，四族军平定三合作，人类文化世界和平，国民向前。贡献在念，这地吼足歹唱呢，是安歹唱？我甲作者讲拢讲，啊甲这个典礼个牧师，我讲哦，恁做这吼，这要做，若要做国歌吼，足歹唱。我讲来听吼，太平洋西南海边，不是观音，边啊音出来，边啊你呐啊。咁咪继续响亮对不？啊，边吼、哦、来，美丽岛台湾最痴。哦，足歹表达啦吼，哎、哦欸，我讲哎，搁、欸、做一条，搁做一条。哦，啊，我有甲萧太仁讲吼，啊，伊讲萧太仁最近身体就歹了吼、哦，他是我同那个校友吼、哦，给我两届了吼。哦就这个，这个萧太仁，伊等于迄个伫迄个东半前一九二零一二十月二，萧太仁大师返校吼，哎，啊讲哎老兄啊，搁紧吼，为着台湾搁做一条安那，这个因为这要建国的吼，堪咱知影，进台湾目前状况，咱想话哦，建立台湾新个独立的国家。啊，这是错误的观念嘛，吼！啊，这拢要用多一条嘛，写讲要建国啊，什么啥，台湾吼、哦，事实上不能建国，有可能建国是什么关呢？日本天皇吼、哦，秋色雅观讲，伊咱是会当最好做是主题了，变做日本的邦联啦，你知道？日本帝国会卡一个日本，啊，佫一个台湾，台湾跟日本是邦联呢，哦，邦联。啊！万一天皇若手势举悬讲，啊好啊，帮你台湾去食草啊！啊，咱迄阵就当建国啦，唔是讲拢无可能啦，哦。但是法理上会当行的是干哪，先主题了，变作邦联安尼尔吼。诶、哦欸、啊，是迄、那个足侪人问我讲，诶、欸、啊，恁台湾民政府较会要主张迄个日俄美战咧？看感觉用作台湾会当独立咧？哦，咱唔是。唔是咱想要安那个啦，咱是法律去研究出来，啊，就是安尼尔，吼、哦，袂当讲啊，吼、哦，咱咧做国独立个国家，大家嘛爱，但是伫法律上，咱去甲查考起来，干来当教安尼尔，袂当讲变作建立新个独立个国家，哦，顶落教会较早淡薄用这嘛，建立新个独立个国家，吼、哦，啊是咧选举，吼、哦，那咱一直。这个民政府在办这个吼，拢一直用的法律，唔是用的感情啊吼。你选举的时候，哦，咱台湾建立新国土啊，好唔好？啊，大家都好咯，啊，好啊，大家一直起来，啊，迄拢是呢感情的用事的，诶，话送的对。啊，咱即卖来遮读是咧啥？读啥？法律到底世界的法律是安怎讲？咱就照这个法律来行。啊，所以目前到这个吼。哦咱的迄个秘书长讲的，这个用战争法跟迄个国际法律啊合起来吼，好像无懈可击呢。我较早，有一个我的老兄，伫我的退休六年前，我的退休的前礼拜的时阵，有来找我讲，来你即卖退休了吼，我退休差不多五六冬啊了吼，啊伊讲我有一个工作要来做。啊！伊讲，我讲啊，我即摆在即个今日礼拜一点二十分钟，我咧八十分钟个了，拢排到满满。伊要落来讲话，我讲也袂当甲你排讲话。伊讲无要紧，我落来找你。迄个人是我个好朋友，叫做姓啥？
啊，恁知影迄心人嘛吼？陈仲谋，诶，吼，啊，伊甲我讲，哦，我一个迄，要互你，啊，我讲，了，甲拖伊囝讲讲，诶，你先退休吼，我有一个职务要互你，你来做迄、那个，迄、那个卫生部长，吼、哦，啊，你互你有啥？我讲老兄，对不起，我要好好的过着退休生活了吼。哦我做医生做四十几冬啊啦吼，诶、欸，我即摆已经74啊咧吼，74岁啊，啊，迄阵也未啦，迄阵当也得要我70尔吼，安尼，啊，伊讲我讲老兄，互我过着美好退休生活一下，所以我拄迄阵伊去找我，啊，到阵我也未阁拄着伊啦，我一直要找伊，拢找伊未着啊，吼、哦，陈仲谋，迄我好朋友，因为呾伊跟萧太郎是同届。伊走我两届款吼，啊！我因为我即摆一直咧发迄、那个，敢若剩一个工课呢，就是做校友会会长，啊！咧号召所有的校友，长荣中学校台湾第一间的中学嘛，长荣中学，台南长荣中学是台湾第一家，第二家是淡水中学吼，啊！淡水中学是第二间啦，所有的中学内底，嘿，啊！我就人安尼，人过着美好自在的生活吼，啊！我。家己去学一只游艇，吼、哦！啊，一礼拜我袂晓钓鱼啊啦，但是我会晓飙船，吼、哦！我用一只吼，吼、哦！我会当飙足紧嘞，我会当飙到40只啦，哦，四十只足紧嘞呢，70多个呢，74个呢，吼、哦！啊，伫岸边港，我连迄个咧对迄个掠走私的，迄个走私员嘞，伊掠走私的走私员，迄乌金讲的吼。哦，我一礼拜就出两下去飙，透早5、6点出去啊，飙到安尼2点钟，我拢说啊日头说，哦，要未7点日头就出来安尼、哦，我就足热啊，哎，我就转来吼、哦，我就无头路，干呐过较真好，啊，搁去标一个工课啦，标一个什么工课呢？我去，阮孙啊咧读册国民学校的，我去遐标讲啊，来我来载安尼啦吼、哦，啊无石头，哎，好、哦。我迄两个孙啊，我查甫的，他哦，啊呐，吃我道道，恁在听有无？吼吼、哦，真正，阿公，我要骑马，阿别呐，啊，你著乖乖啊，跍嘞，吼，徛嘛，我你要创啥？啊，迄欢喜甘愿嘞，做阿公就是安尼啦吼，哎，啊欢喜甘愿嘞，安尼啊，啊，但是这生活过较安尼，足惬意的啦吼，足个啦吼，啊，到有一日，到三冬前。美国一张迄个 mail 来好啊，讲，哦，即摆吼，咧，迄个台湾民政府的代志，啥物啥啥，啊，我甲读读咧讲，诶、欸，啊，佫真正咧，啊，这真正迄个，我本来拢9点就睏，啊，4点起来的人啦吼，我也无看电视，也无看报纸，但我世事拢无啥，也无应酬啦，大家朋友要招我食饭啦，啥物啥啦，我拢无来吼，我9点就睏的人啦，诶、欸。迄张 mail 一来，我看一个震惊着，甲我当每假日拢无，当变做无眠，也无去开船，也无啥，逐日读读头一个月，将林志升啊，将陈仲谋，吼、哦，啊将咱迄个美国啊，迄个叫啥何瑞元，迄个理论我拢读，啊因为哦我搁读迄个原文嘛吼，头、哦、我主要一理化书记甲读到来讲，诶、欸，台湾。剩这条路而已呢，真正台湾剩这条路呢。古早吼，我伫台南啦，会只有台南的无？哦，哇，台南很济。较早吼，阿扁啊，来要选举吼，哦，啊是倒位来选举？我唔是民进党员呢，哦，我唔是国民党员，我拢无参哪党呢。不过哪咧选举吼，就叫庄院长，倒位咧欠人啦，你招人来，啊，倒位无人演讲啦，你就去哩。啊！我是出伫啥？我有一粒啥？疼台湾的心啦！哦，好，为着台湾，我都嘛累了。我也不是你民进党员，可是我拢比因较累了。我比民进党较民进党啦！哦，哎、欸，真正，啊，都累了，累到到退休就讲啊，无事。啊，迄时阵拄看小英啊，拄啊落选啦！吼，啊，拄啊啥吼？哎、欸，我迄阵哦，拢肿啊呢，啊，肿呢。讲啊，迄种真正拢无效啦。我甲秘书长讲，你这個理论你看唔较早出来咧？因为我较早吼，我拢
逐冬哦，拢去 WHO， 你毋知 WHO 去日内瓦，我连续去六七冬呢，啊去六七冬安那，台湾要加入 WHO 啊，吼、哦，要加入迄个世界卫生组织啊，我逐冬就带团去，啊边啊讲好，你带团，甲你配置行政院顾问啊，啥物啥，我带团啊，美国也有百几个医生来啊，欧洲也有按几百个，啊就。哦，去遐唱歌呢，啊，记者若来都好，唱啊，只有唱啊，大细声，啊，记者去讲，笑笑嘞，吼、哦，等下，等下，等下，记者来，佮来唱，安尼爱不一载呢，嘿嘿嘿，哦，足艰苦，啊，六七档个，我讲，啊，到尾即摆是，即理论就透来讲，啊，台湾都不是国家，你都根本袂当加入嘛。我讲秘书长，哦，你西少夭寿，你无较早迄个，哎，我安尼六七档拢去到日内瓦吼，哎、哦，吼、欸。哦来，来来，讲对遐个，来，即摆来讲即个台湾国歌吼的省诗吼，就是要用联邦还是邦联 ，Commonwealth 啦，哦，就是 Commonwealth， 主要用即个自由咯，我一直在咧强调即个自由啦，哈、哦。哦，你看英国的国歌，英国是嘛是大英国协有几个国家，你知无？54个古权国家，包括属地所组成的 British Commonwealth of Nations， 哦，大英国协是50几个国家呢。啊，咱若称国协是干哪啥？两个尔吼，咱个日本尔，哎，迄个唔是像你遐侪，咱个才是两个尔吼。哎，讲即摆咱概念就爱出来，咱是上悬的当到主题以后会当到国协吼，哎、哦，这大日本国协啊个。虽然是大日本国协，啊，人家大英帝国是50几个，咱两个啦，吼，到时是两个啦，吼。啊，加拿大，吼，加拿大啊，澳大利亚啊，是迄个纽西兰，这拢大英国协嘛，吼。纽西兰，啊，纽西兰因为伊迄个毛利族足侪啦，吼，所以有毛利族的话，迄个国歌啦，吼，伊分做两种，啊，较讲了，你看。纽西兰伊啊，愿上帝保佑我们的自由之境。吼、哦，拢国歌拢咧讲这事，所以你若有好朋友会用作曲啊，啥个你甲讲用自由这两字，啊，你甲做就对啊啦。啊，佮较唔免上长短短啊，啊，佮有力，唔通啊，迄落安尼哦，较好唱啦吼。啊，要咿叫，足歹唱啊啦。啊，我咧继续水啊，大家看个吼，哎，大家等于团结一下啊。嘿，来，啊，咱了三条唱了，啊，拢有一个讲咱的两个主张，哦，啊，两个立场，来，家人爱做伙来读，做伙来，大家做伙读一遍，拢注释来读的吼，咱大家做伙来读一遍，来，台湾民众的主张是依据国际法理，让台湾地位正常化，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美国总统有责任循万国公法实现台湾的地位正常化。第二个主张是遵守国际法，包含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这些、哦、来，两个立场，第一个立场是不使用暴力或武力，促使各种方法使流亡中华民国结束在台湾的占领。最后一个立场是对中国殖民政权，就是流亡中华民国政府推动事务不合作，也不配合。哦，这是咱安尼不是那主席到位唱歌唱了，就咧念的，就是咧念这两个主张。哦，啊，这个咱的立场。哦，这怎样就要紧的哦，是安尼。你若要叫你去使用暴力，讲哦，秘书长有讲啊。要使用暴力，你家己先去，你去做革命先烈好了，哎，哦，要暴力的，别不做革命先烈，咱无需要做迄个使用暴力去做革命先烈哈、哦，咱是要做革命的啥？先行者哈、哦，咱是要做迄、那个，唔忙用暴力个哈，哎，哦，这是迄个国际战争法了哈、哦，咱主要是国际战争法，啊个旧金山和平条约哈、哦，来，我用这出来哈。哦台湾民政府的人事公告，我用这出来是要让人看公正呢。咱要排的位吼，有够多啦。恁今仔过去，恁到明仔载过去办了了吼，恁都有那个公务人员任用资格，啊，这拢是
迄、那个哦哦，什么呢？这个内阁本部了，是故宫博物院啊，什么统计事务内政事内政事务消防总局，什么哦内阁官房，哦，有够侪职务的啦，啊真吼、哦，哦，迄、那个足侪职务的啦吼。哦您你们若受训了，您就有这个资格。啊，阮会通知您来做性向测验，哦，啊是您直接对州长、各州的州长去讲，哦，对州长讲，啊，阮就会甲你通知来做性向测验。啊，你下伫倒位，下伫倒位，啊，会甲你分发。这就是拢安尼叫来做性向测验了，会分发。啊，来，谢叔啦，吼、哦，你来，谢叔派你啦，吼、哦，啊去。去这个国土交通省，啊，派你一个去啦吼。啊，咱即摆派去吼，是干呐，咱去做主管呢。啊，下骹遐公务人员是无换哦，啊，你一口气吼。哎、欸，我吼一礼拜变票来转来，一定啊。我讲这个吼，是要鼓励大家安那呢，赶快安那，招你的好朋友，紧来受训。啊！你到时有两三个，你个换贴的，什么啥做伙来？哎、欸，阿平，几人来经咧？要编配啦，无遐简单，哎、欸，谁怕谁啊？哦，咱有权力啊！哎、欸，就经咧，就是做不了来经啊，大家斗经咧。所以我用这语重心长，就是讲，哎、欸，恁唔通干呐，你家一口来尔啦。哦，哎、啊，佮带你，拜托你，你换贴的，今日呐，过来受训。啊，到时要排讲，哎、欸。诶、欸，阮这三个吼，阮这三个甲我派，阮要阮的性向，阮要爱来对，诶、欸，我要来中央银行，哦，哈哈哈哈哈，我做性向测验啦，阮真正迄、那个咱家有性向测验的迄个老师吼，啊，拢有做性向测验啊，用出来了吼，迄、那个要派吼，诶、喔，位是足多啦，啊人吼、喔，无够，迄秘书长啦讲，哦。当时要接种钱哦，我听到拢得要昏倒，你知吧？哎呀，无人通派啊，哎，人无够通派啦，啊，所以啊派去啊，我那到时这样了哦，那该出去有那温变变来转来了吼，啊，所以我讲这了很时间，讲这就是讲拜托，恁哦，搁招恁的好朋友吼、哦，我这讲两三摆了，招恁的好朋友来受训，到时要派去倒位，啊，恁做伙大家去嘛，经的小经嘛吼。哦诶、欸，是无电啦，较会遐慢哦。啊，够政治局呢，够中央政治局哦。伊委员长是迄个郭宏斌委员，伊即摆最近休困一阵啦吼，因为他射物线开刀啊无个老好势，最近拢无。伊拢咧专门咧讲历史的哦，这是历史学家吼。哦，足侪咧，足侪所在呢。哦，遐侪所在。啊，你看一个所在，甲派进咱派那个啥四个五个尔啦。哦，拢一个无够，嘿，拢无够，其中一个无够嘞，哈、哦。来，即卖要讲台湾的国际地位，我整理一下过来，啊，我干那要跟其中的几个起来讲得了哈，拢、哦、总有六个啦哈，我跟其中的几个起来讲，即、這个第一个，即、這个上早哈，伫迄个四月二零二四四月二日啦哈。哦伊、那个美国个众议院吼，咧迄个听证会，啊，伫听证会吼，伊即个副国务卿有讲着啥呢？美国继续维持一个中国的政策，伊是基于三个公报跟台湾关系法吼，一个中国，一个中国是对一个中国，中 PROC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啊，即、這个所说 ROC， 啊，迄个说 P。个叫做 People，PROC，ROC， 一个伊变做 PROC 哈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哈、哦，哎，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这个中国就是 PROC 哦，哦，不是迄个什么，加拢模糊迄个什么两个中国啊，什么九二共识还是什么啊，迄种干那乌白，唔知咧讲啥个啦哈，来。来，这个较用第二个，台湾不是国家。这你多只迄四月二公控诉吼，啊，这个人较出名，
鲍威尔，鲍威尔是迄个中东战争迄阵做指挥官哈，哎，鲍威尔哈，伊要做国务卿了哈，这国务卿爱讲的，前国务卿鲍威尔讲，台湾不是国家，哎，美国明明甲咱讲，台湾不是国家呢，啊，台湾不享有国家主权，中华民国不是国家，哎，台湾也不是，啊，这迄个美国国务卿。亲身这是伫什么所在讲的呢？伫北京的迄个 press conference， 就是迄个记者会，北京的记者会讲的哈。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啊，这个 SFPT 哈，就是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哈，就是旧金山合约的二三条哈，如果二三出来哈，这就是。管辖治理权，美国对台湾 Chief Occupant Power 哈、哦、啊，由啥呢？由台湾 Authority 代理中，这个台湾 Authority 哈、哦，就是台湾治理当局了。美国咧讲这个马英九人家，伊无讲伊是 ROC 呢 ，ROC 是世界已经出名了呢，不 ，ROC 除名了。你看，恁若有上网的人。你甲试看卖咧，你甲拍入去 A I T， 要甲讲要签证，啊拍入去，拢无熬死的。伫美国的内底拢独名，无熬死这个名。哎、欸，你若唔是，你拍看卖，你甲 A I T 入去，伊台湾 Authority 啦，伊即摆叫这个叫这卖研究员，这叫做台湾治理当局，伊是咧代替美国来代替管理台湾的呢，台湾 Authority。所以咱咧讲，哎、欸。咱唔免对台湾恶说你，你讲哦，我要武力抗争，要叫你甲走哦，是不是？唔免，咱跟美国讲，哎、欸，你这个代理的歹，哦，无合法，你甲用来照国际法律，你美国军政府来来啊，我是军政府下骹的民政府，你爱将政权交给咱呐，哦，咱是要用这个用法律来跟伊讲，唔是要叫咱去跟迄个台湾恶说你去那边修正呐，哦，无。无，唔是安尼，哎，美国爱用好荷兰，哦，台湾治理当局，好、哦、来，啊，这有呐，大家读过啦，什么叫做 Chinese Taipei？ 来，中间这个青字无去啦，哈、哦，这 government Chinese Taipei 就是 Chinese Taipei 中间这几字无去，就是 Chinese government in 这里安怎？啊、哦，对 ，exile， 来，大家做一读一遍 ，exile， 啊，你若读日本发音的是读 exile， 哦 ，exile， 迄日本发音的，咱读起个正式的美国发音 ，exile， 哦 ，Chinese government in exile in 台北，哎，是安那爱用台北，那看快讲 Chinese 台北，这伫初级班有读过无？都爱用啥？用城市的名，流亡袂使用迄个国家的名哦。伊 Chinese 台北啊，迄个 Korea 来上海，叫做 Korea 上海哦。啊，巴黎迄个法国嘛是灭亡，啊嘛是流亡政府走英国，走伦敦，伊嘛是 French London 哦。这咱大家拢有读过，学习一摆哈，啊。来，这就是 Chinese 台北啊！咱拢唔知影讲哦，中华台北，我较早有人唔知影讲，足唔甘愿的呢。啊，敢若讲你台北啊，我台南啊，高雄啊，这拢无包括外地呢，哦，啊，事实上就是无包括，因为啥？伊个流亡政府敢会当用 city 的名啦，吼、哦，城市的名，吼、哦，哎，好、哦，中华台北一词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哦，起居头尾就是中华台北，哦，中华台北，好了，这就是伊伫对呢，伫迄个10月25号吼，李克强是10月25号 ，in press conference in Beijing， 伫迄个北京的记者会，伊讲诶，台湾不是独立的，台湾不享有主权，哦，诶，这个。
鲍威尔伫正式伫国际场合诶迄个记者会安尼讲哦，台湾毋是国家，哦，无。好来，啊，这个国过来，拄仔食迄2004到2007的时阵吼，2007的时阵，这个小布希的时代啦吼，迄个是韦德林吼，公开表示台湾或者中华民国目前在国际社会不是一个国家。这韦德林亚太之星的主任哈，小布希的时代。好，啊来，这第四项，这个人熬讲啊，这个人是啥呢？美国吼，不是干那卫生部呢啦，伊是卫生服务部，哦，卫生局公共服务部啦，哈，哦，这个是 Catherine Sebelius 啊，伊即卖做啥呢？伊做来 ，She was 以前吼 Governor 是州长 of Kansas 州的州长哦。伊这个来头有哪不小，伊做几当呢？做六七当的呢，哦，做六七当的 Kansas 的州长。啊，伊即卖去哦，迄个奥巴马甲派去做迄个卫生部的部长吼。啊，伊是安那呢？我即卖用这出来就是伊去世界卫生组织2011还是12？2011的五月，迄个世界卫生组织吼。特当的开会吼，拢是伫母亲节过了啦。母亲节过了，咧开迄个卫生大会吼。我等下有一张表讲，什么叫做 WHO， 什么叫做 WHA， 吼，吼吼，各位个小仔，伊吼，伊即个是安那个有感而发呢？因为当时吼，贵国无迄台湾吼，无迄嘛，台湾 authority 啦，派代表吼是做啥呢？迄个。PROC 的下卡的台湾呐，你知道？咱这卫生部长去到地用作中国的台湾的代表去的啦。啊，唔，今日看了有人讲，唔对啊，开当是中国下卡的台湾，台湾都唔是中国的啊。哦，来，啊，伊讲啥？我已很清楚地向世界卫生组织表明，而我认为美国的立场是。无一个联合国的组织，无一个联合国的国家，会当片面啊呐，决定台湾地位的权利，无一个人会当讲的，干那恁爸会当讲尔啦，唔是，伊查我讲，恁祖妈会当讲尔啦，我干那我美国会当讲尔啦，恁村的人拢袂当决定台湾的，拢袂当做决定台湾的地位是啥啦，哦，伊迄个知影讲。台湾就是美国占领的所在啊！恁我占领的所在，恁咧甲我主张啥？吼、哦、吼、哦，再来啊！就朋友呢，这个李孔孔人吼，这个冯富珍吼，这个是这香港啊啦，香港人做迄阵韩国的迄个吼，李孔孔了死啦，迄个秘书长啦，韩国人啊破病死啦，啊李孔孔了换这个啦，啊我迄阵就特当咧去啊，拢知影啊，啊这个吼吼夭寿啊，迄拢。将台湾看作中国的啦，啊，所以足不利的。咱伫 WHO 吼，这冯富珍，他换伊做秘书长啊。来，我即卖用这个小块号，可以做一个地学的嘿。什么叫做 WHO？ 什么叫做 WHA？WHO 迄个 O 就是 Organization， 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叫做 WHO 吼。啊，一当五月咧开会，迄叫做 WHA。Assembly 就是大会 ，Assembly，WHA 就是大会。啊，咱迄阵去咧日内瓦咧，就是等候伊 WHA 的时阵，哦，194个国家会什么想去开会呢？卫生部长，逐当迄卫生部长拢爱去日内瓦开这个 WHO， 就是迄个开会叫做 WHA， 哦 ，Assembly，WHA， 所以。WHA 和 WHO 这知识啦吼，小可知影者。WHA 就是去咧开会，啊开会要安那，决定做什么代志，什么代志，啊做预算啥，什么啥，啊互你 WHO 去咨询，吼、哦，安尼会理解啦吼、哦。WHA 和 WHO 分得清楚，吼、哦，咱内面就上这知识嘛，拢爱有啊，这爱有世界观啦吼、哦。这個、WHA 吼、哦，就是最高的权力机构吼、哦，这個、WHA 就是 WHO 的最高权力机构吼。哦啊，所以预算啊，什么啥啊，目前这个拢
194个国家的卫生部长拢去遐开会哦，吼，拢去遐开会，逐冬拢爱开会。啊，我迄阵就哦，逐冬去，我去走啊七冬啦吼。诶、喔欸，我迄阵逐冬拢坐对去，啊，即个旁听席啊，啊，即、這个大会安对只演对安几个，啊，194个部长卫生部长拢坐伫遮啦吼。诶、喔欸，啊，有七冬，吼、喔，有七冬吼。迄、那个中国的卫生部长叫做高强，我会记是那时是2004年，迄、那个卫生部长，中国迄个高强，埃森都要杀死。阿姨讲，台湾的人民的迄个健康是我们在照顾的。诶、欸，我有录音转来啦，我是无时间能放互各位听。讲台湾是因的，咱的健康伊在甲咱照顾的啦。阿姨教咱安那防煞啦，哦，啊，什么现在物资拢供应来啦。哦，我听一个黑姑袂啉哩少，我怎徛起来？来呀，来呀，来呀是啥？说谎者。哦，啊，我台湾人的健康较是你咧顾的咧。那个扛起来根本连咱的健康，他们咱你阵控诉，因为你啊足浓哦，咱就比伊较先进了嘛。哦，咱台湾的健康卫生比较先进。啊，怎画一个吼？你警察水话咧，你那个警察水话咧？啊，我就。我较坐等下，是看我医生无甲掠出去呢？迄若第一款电话拢掠出去外口呢？你这两个更惨哦！这下，四位旁听席上呛声，新楼院长红了。我想，吼、哦，我医生吼、哦，多两摆，多一摆尔啦，两个报纸《中华日报》跟《中国时报》头版的报我啦。哈哈，为着这呛声啦吼，迄个什么未啉你少哩嘛？中国较会安尼讲，咱台湾人的健康是伊咧甲咱照顾的哦。迄、那个话伊讲会出来，血脉相连，什么啥？好，这个话啦，以后若有机会，我放迄个录音吼，互恁听。吼、哦，迄、那个演讲哦，台湾是，迄、那个听了拢一直要吐出来，唔敢我会起来甲呛声。迄个。来，那是拄仔只讲到迄个 Sabius， 我无要下课啦吼，啊恁若有要去以后还是啥，恁先等点点啊过啊，好个礼拜吼，因为时间无啥那个够人讲，我今仔个讲一寡话所话讲到，来，台湾的法律地位仍是被占领的领土，第五，《自由时报》伫去年6月9号，6月7号，《新时日》的一篇报道，是安那开。迄、那个《自由时报》会去报到遮呢？美国，因为迄个习近平要去跟奥巴马见面，啊，所以美国吼，你嘛美国有人足干的啦吼，伊就先吼将一寡古早的代志，安尼一直甲报出来，1945、1900多的代志，一直甲报出，一直甲先甲报纸号出来，啊，即、這个报纸就伊发表。迄个讲哦，当时是安那，当时是安那。啊，台湾唔是恁中国个，中国佬一直拢讲哦，神圣不可分裂的国土啦，是不是？现在伊就个放迄个古早的出来，啊，放的这篇就是迄、那个奥巴马跟习近平要见面的时阵，美国先放古早的资料出来就报纸哩。啊，咱这自由时报，有那是去年哦，去年这个6月的时阵哦，6月底大概习近平要见奥巴马，啊，这个进前已经放只消息出来，啊，这个《自由时报》嘛，佮报出来。这报吼、哦，来，你看这是驻美特派员曹一芬吼、哦，伊伫7日的报道吼、哦，啊，伊即摆用美国中央情报局在1949年呐、啊，民国38年啊，3月机密文件讲，台湾不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华丽地位有待这次合约来解决的，是吗？1949年是还没有旧金山和平条约的时候，迄阵的美国在讲台湾不是你中国的部分，啊，到旧金山合约嘞，嘛无讲到，嘛无哦，开罗会议讲要将台湾还给迄个嘛，哦，波茨坦宣言讲证实讲哦，波茨坦宣言讲哦，对，我要遵守开罗宣言。啊，结果国际上和平条约拢无讲到这啦。像迄阵，那这个时间，49年机密文件
台湾不是中华民国的，伊就这个消息就一直放，放讲是前古早都唔是恁中国个啦吼，哎，唔是到国民政府，阮头啊一直主张就是，这是啥？来，最后一张遮，来，台湾的法律地位安那？这句上要紧，台湾目前的状况是啥？被占领的领土哦，吼、哦。是和美国占领的哦，哎、欸，这台湾的国际地位就是这样、哦，是被美国占领的一个地方哦，哦，哎、欸，这个文章写个，就免被奥巴马私心了，讲你唔能够登个盖讲什么神圣不可分裂的什么国土啦，什么什么啥啥，嘿，拢假啦，嘿，我这都炸到，古今山河来和平条约来底，也无讲到台湾要合理啦。啊，无要给你 PROC， 啊，无要给你 ROC 啊，无啊，是恁爸占领的所在啊，你要安那？要放这哦、個，和迄个奥巴马先知影哦，吼、哦。所以我用这出来要给他提醒咱，哎、欸，咱不是干那欧白咧讲的，咱照迄个法国际法律来咧讲，台湾的地位到底是安那？吼、哦，来，这句 ，People on Taiwan， 啊，讲 People of Taiwan。差一个 off 咁 on 哦，来，先讲下骹这 people of Taiwan 是咧指什么人？正讲台湾人啦，吼、哦，哎、欸，本土台湾人啦，本土台湾人安那讲对点，安那是该本土台湾。来，我先讲 people on Taiwan， 大滴啦，马英九是无？是啊，马英九嘛是 people on Taiwan，people on Taiwan 包括。中国人，包括台湾人，包括 people of Taiwan， 就是住伫往台湾，就是住伫台湾的人，哦，哎、欸，啊，都外劳嘛是 people of Taiwan， 哦，外劳嘛是，哦，伊嘛是 people of Taiwan， 迄、那个台湾关系法哦，完全是咧讲 people of Taiwan， 台湾关系法是咧讲所有住伫台湾的人，但是。旧金山合约内底是咧讲 people of Taiwan 哦，这大家爱记哦哦，安尼这爱用个清楚，是咧讲 people of Taiwan 哦，旧金山合约，我咧讲台湾人啊，咱民政府个定义讲 people of Taiwan， 你敢是 people of Taiwan？ 你是吧？啊？你住在哪里？啊？哦，台南，啊，你敢有请身份证？哦，有请一张身份证，你就会当讲 people of Taiwan， 迄张摕出来，哎，甲你写 T W， 哎，哎，咱用的定义是用这样的，1945年，你个时间来记个，9月2号，以前住在台湾以及他的后裔，1945年9月7日，迄阵就住伫台湾。伊个后代拢叫做 people of Taiwan， 哦，这是非常要紧哦。咱个个定义是1945年 September 2nd， 9月2号，以前住伫遮个人，啊，含伊个后代，哦，啊，所以阮阿公，阮老爸，古早就是拢住伫遮，啊，所以我去请会当请到台湾人，哦，啊，不要紧。你若是迄个中国过来，你嘛会当签这身份证，但是你毋是写 TW， 嘿，你会甲你分类做身份证分类做啥？哎，唔过若要做公务人员吼，都爱 TW 该当做哈。我是讲，啊，伊个毋是台湾人吼，伊会当较久咧。像讲来住，像美国甲你啦，你住五档内底有住30个月，你就会当来考试，考英语。啊，咱到时嘛，考台湾话，哦，你要变做台湾人啊，你要考台湾话，啊，考台湾的历史，啊，考法律，咱到时嘛当用安尼啦，吼、哦，哎、欸，当啊，啊，你唔是讲啊，你就袂当变台湾人，你来遮住到一个时间了，咱就准你有那考试，像美国同款啊，你去美国做，摕个恁卡，摕你卡，你嘛是当这么大，唔是做公民的，啊，到住五档以后，五档内底你有住30个月，你才会当去考美国公民。啊，甲你考嘛是，哦，讲到一大堆，哦，美国宪法，哎、欸，有哪考呢？美国宪法，啊，什么美国的历史 ，Civil War，
哦，迄、那个林肯的迄什么解放黑奴现象，逐项拢甲你扣，扣到极低，讲哦，你 OK， 啊，较公平合理呢。啊，虽然那迄个中国来遐，哦，迄无要紧啦，迄伊若甘愿要当遮，无爱登去中国，伊嘛会使住遮。啊，时间到，咱准你考试嘛，哦，啊，咱若伫咱的爸母啊、阿公阿嬷，咱若是1945年九月初二以前的，名正言顺，咱退出来。诶、欸，我这种身份证去美国，我逐摆咧走美国吼，啊去坐飞机退出来，诶、欸、，OK， 拢会当坐飞机啊，吼、哦，会当坐飞机。啊，因讲去日本换钱，讲会当换，我都唔捌。迄摆我无去啦吼、哦，我是进前摆去亚斯库尼去迄个飞机，我诶、欸，我迄、那个八月去年的八月十五去的，吼、哦。啊，我唔知影日本迄张会用恁啦，吼、哦，啊因十二月去讲，我迄张要换钱，佫会用恁的吼。哦哎、欸，摕迄个 ROC 的身份证哦，讲不行的，哎、欸、哎，佮是啥不行的？咱一定有晶片，啊有相片，啊够黑，所以伫美国咧坐飞机，伊是要看你的，这是毋是你啊？啊，咱一定有效啊！所以我伫美国咧坐飞机，我拢摕一张。我太太讲，你讲要做个人吼，哎、欸，确定个叫扣留咧，袂啊？我摕咧足好过。你甲看一下，啊，我嘛是过去，啊，飞机照常坐。美国的海关怎啊足严呢？哦，你若有去美国的人好，我要我下到个烫鞋啊，北裤大，哦，拢爱啊，即摆拢爱啊，哦，美国哦，这个国家哦，啊，伊无法度啦，伊惊着啦，伊惊着啦，去到迄个阿拉伯个遐个啊，好一个吼，迷迷茫茫惊着，所以无安尼袂使。他有他的苦处啦，吼、哦，啊，但是我都感觉吼、哦，去到即摆，我人足久也无去啦，啊，今年去两摆。哦、我当时差不多五六年唔捌去啊，啊，今年去两摆，吼、哦，啊，开始连裤带都，啊，鞋啊，烫吼，啊，什么啥拢，啊，咱习惯拢会搁提一挂些干笔啊，什么啥有诶无诶，吼、哦，啊，真正裤带，啊，你即个裤带，这一定会痒诶嘛，我都叫吼，足许，啊来，咱吼、哦，你若是 people of Taiwan 的庆幸，赶快去申请台湾人，失输啦吼。迄张也无路用啊！你干那抢一张，迄张讲我是台湾人，1000块就够起来啦。哦，我讲这是无白出来啦。我要安证明你是台湾人？你无半项通证明嘛？迄张甲摕出来讲，哎、欸，恁爸有那死嘞？哦，啊，你就按着1000块呢，就爽快了啦。哎、欸，了1000块袂要紧啦。哦，哎、欸，大家听有无？我咧讲这吼、個，恁就真正，哎、欸，我家己感觉，哎、欸，我是台湾人，啊，我有这张，哎、欸，安尼吼。哦送啦吼，哎，都台湾人送啦。哦，来，我好记得台湾这个土地是怎个？哦，来，台湾是住伫台湾的人个，台湾是住伫台湾的人个。哦，我伫胡伦社，我是迄个胡伦社咧演讲吼。我即个胡伦社，台南啊胡伦社，逐社拢咧叫我去讲哦。有一半下听了讲，哎、欸，啊，这都毋捌听着呢。哦啊，就甲隔壁社讲，哎、欸。你去请迄个曾院长来讲吼，哦，讲你的知识会增加，啊，着几人个拢一直甲我排，我真排到后个月拢也咧讲，吼、哦，啊来啊啦，这条甲问咧吼，十个举手，讲台湾是台湾人，到底台湾的人个，真正大家拢举手啊，真正讲我看就是安那，你唔免用口头语嘛，知影讲台湾是到底台湾的人个，啊，事实上你来上课，你就知影讲不是啊，哦，啊来，秘书长逐摆讲个即个。这是对一间饭店，国宾 Ambassador Hotel 就是国宾大饭店哦，国宾大饭店哦，秘书长常用这，我只是咧甲各位学习啦吼哦，住迄、那个国宾饭店是住伫国宾饭店的人诶，大家嘛知影毋是，啊毋过咧，啊这条大家拢讲是啊，哦诶，因为啥？你有所有观众无？啊，你有迄个经营的管理权无？吼、哦，拢没有嘛？要从法理及国际条约来讲，台湾到底是谁的？好来，复习转来啊！台湾要哪讲？台湾是日本的，要对对讲。不要只用感情因素及政治语言，吼、哦，用政治语言较讲就是，啊、台湾就是台湾人的啦。哎、欸，啊，但是因中国人讲，无台湾是阮的哦。自古以来，哦，我跟你讲，自古以来是咱神圣不可分裂的领土，
哦，拢用迄感情咧讲啊，自古以来安那历史因素是啥啥啥，啊来是无来讲历史因素到底是安那，哦，甲各位各位复习一下。啊、来，这是基友来记者哈，这个1945年4月17日，1895年4月17日，这是什么日？什么罗设计掉？嘿，掉下关条约。哎、欸，我讲，咱吼、哦，迄个，你讲条约个名吼、哦，伫对签的啊，就是。迄、那个就是，你想讲是安怎个用下关条约，就是伫下关签的，伫日本的下关签的。啊，咱遮喜欢甲讲用马关，以后不要说马关，马关是中国这边咧讲，但是事实上去日本签的是伫下关签的，所以这条条约叫做下关条约。什么设计哈？下关条约哈，4月17日哈，这是几啊几的？然后要考试的人，这4月17日1895年哈，就是迄个下关条约哈。这个就要紧了哈，这要讲讲，咱若有来读册，这个是第一条爱知影，就是两个一个皇帝将土地送予皇帝，哦，那时两间公司，这个董事长和这个董事长，未使予总经理，总经理是董事长请的啊，那时总经理是干呐，你甲算作是政府，啊，董事长是天龙，啊，天龙有我有这个土地。啊！我用这個土地，予你政府去管理、去经营，安尼个啦，吼、哦！咱来用安尼来计算，你就知影讲，这咱较早拢讲哦，予日本啊，中国予日本啊，是毋是啊？是所有管家是皇帝，啊，跟日本是天皇，吼、哦！用这個来，吼、哦！伫迄个条约个原文啊，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是大日本帝国皇帝陛下，哦。这是原始的，我大家各位各复习一遍哈。啊，迄下关条约拢总有十一条了哈。啊，这是李鸿章，啊，这个是啥？因囝对，李鸿章因囝叫做李金芳，哦，啊，这咱就知影啦。伊藤博文哈，伊两个去签约哈。第一条，这是。迄、那个干后战争是因为遮引起的朝鲜，甲午战争毋是跟台湾扛起来呢，无关系呢，伊是因为跟迄个朝鲜去互迄个中国安尼讲要甲收起啦，要甲叫伊朝贡啦，啊伊无爱朝贡啦，啥啥，啊人朝鲜来拜托日本讲，哎、欸、老大啊你即个中国阿爸要甲安那要甲安那。啊！日本迄阵拄啊，迄个开始吼、哦，明治维新了，强起来了。好，我替你出鬼，甲拍落，吼、哦，安个拍落，两日了，你都干扰来，吼、哦，嘿，都干扰啊，吼、哦。啊，所以第一条讲啥？迄个下关条约第一条是中国人民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制独立治国。韩国是安尼，中日甲午战争了。下关条约第一条就写讲，朝鲜独立，跟你中国抗起来，无关系。哦，啊，这安尼，这是第一条。啊，咱读到第二条的，第二条吼、哦，来，咱较早拢读到这个台湾，啊，跟澎湖尔啦。事实上，还佫有一个辽东半岛，吼、哦，挂三个所在予日本啦，中国挂三个所在予日本啦，吼、哦。啊，是安那，这个咱拢无读到。对，伫迄个初级班的时候都读过了哈。这个来，我要直接给各位搁看一下，就是讲，这个哈、哦，本条约互换之后，限两年内，你若要造的，就会当造哈。这个国际条约唔是讲啊，迄、那个了啊，就随讲哦，你就是变我日本人啦、哦，唔是哦。你若无去做日本人的人，你物件会当卖咧，等于中国，哦。啊，听伊讲有一挂人等于，去等于无偌久，歹过我，搁走来，哦。啊，两冬后你若唔走，
你就是日本人。这国际法是规定安尼啦，有一个弹性时间啦，吼。好来 ，Treaty 哦，什么设计？就是下关条约，咱以后拢讲下关条约哈。哎，你现在呢？来，因为下关条约关于辽东半岛割让于日本是违反国际法，是安那个国际法？国际法是啥？有讲啥？固有之领土神圣不可分割，那真正呀，固有领土，辽东半岛是清朝的领土。哦，迄种形容词啦，形神不可分裂啦，是不是？就是反正领土就是，哦，领土就是袂动啦。那领土，哦，就是袂动。啊，所以这个俄国联合法国、德国提出抗议，和日本讲啊，搁签还，搁针对辽东半岛签还交还条约，哦，啊，这交还条约叫做辽南条约。哦，这个是辽南条约，啊，搁将辽东半岛，因为是固有领土，哦，土地有分两种尔啦，一种是 territory 领土，啊，一种是殖民地，哦，两种尔，啊，这个辽东啊，台湾跟澎湖是殖民地，所以可以割让，可是领土不能割让，国际法里底领土不能割让，哦，啊，所以。所以领土不能割让，你辽东半岛还阁嫌疑啊？哟吼，安尼阁用这条阁嫌疑了吼，哦，这辽南条约啦，辽南条约。啊，等下讲着些，嘿嘿，等下，我迄内底有讲着些，土地有分这两种尔，吼，哦，嘿，好来。好，哦，来 ，colony 好了，但你后边也讲着哈，才可被割让殖民地啦。啊，其中是领土 territory 不可被是吧？哦，啊，你要讲领土啊，你要讲形容说固有领土，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哎，拢实在你形容了哈。1895年，台湾是清朝殖民地，才可被割让给日本天皇。哦，那就讲1898年，美国跟西班牙休战，啊，西班牙战书啊，将这个啥呢？波多黎各、啊 ，Cuba、啊 ，Guam、啊，菲律宾等西班牙的殖民割让给美国为殖民地，哦，以及来就是 colony 啊，含 territory 土地有这两种 ，territory 未当分割，哦 ，colony 会当割让，哈，哦，好，哦，这条都有看过啊，哈，哦，古早的台湾是干那安尼的啦，后边这部分是啥？高山族的啦，哦，啊，清朝有人管袂到啦，啊，夭寿，伊管袂到的迄个高山族的所在，啊，拢一进挂互日本啦，害死日本啊呐，来到底就镇压啊，吼，哦，伊拢算镇十当的呢，伊领土要完整吼，哦，十当啦吼，哦，我搁中插一个，这个咱过去班吼，有哪会知影一个叫 Portsmouth 普兹茂斯条约，就是因为北方四岛的代志。Portsmouth 是日露战争，你知道日露战争无？哎，迄阵唔是叫做苏俄啦吼，迄阵叫做罗西亚，所以因这个战争叫做日露露水的露啦，日露战争，哎，日露战争啊，哦，迄个罗西亚迄个舰队对地中海啊射过来，射到也未够伊呐，叫日本人。哎，规只都甲扫啊，泥嘛，人攻击规个装备啦。啊，人啊要投降，也无人甲啊投降了，也无一个要甲什么人要主张，中国也无够力通主张啦。吼，哦，啊，到尾是什么人呢？美国出来讲。啊，伫我有多只甲咱讲过，条约伫倒位签咩？啊，就叫做什么条约啦？吼，哦，啊，这伫 Portsmouth 是伫倒位呢？哎。New Hampshire 叫这个 Portsmouth， 新啊 New Hampshire， 美国个总统个迄个选举个时阵，拢对这张先开票啦。哦，拢 New Hampshire， 咱也看到。哦，嘿，啊，这内底伊讲到这个北方四岛，哦，
啊，我要用这个甲咱讲的，咱反正听秘书长咧讲，哎、欸，北方四岛也阁是日本的。事实上，是安那苏联伫旧金山和平条约无签字。旧金山和平条约吼，无讲到北方四岛，爱行行到位，拢无讲到。啊，所以无讲到是也阁啥个，也阁日本的啊。哎、欸，啊，但是是啥物日本的？是日本大皇帝帝国的。啊！大皇帝帝国即摆安那无去啊！即摆剩新的日本小国，剩四块岛啊！所以伊即个政府无迄个权力通去讨价啦。哦，我是用我讲的，因为这跟北方四岛有关的，所以我让你知影讲即个波特曼斯即个条约，就是日俄战争时啊，好、哦，走到迄、那个伫迄个波士顿，哦，我是伫波士顿读册啊，所以伊走到波士顿的顶面遐，两国去遐签字呢。啊，迄、那个苏联乖乖啊，就跟日本做去美国迄个纽汉社遐，伫波士顿的顶面迄州，吼、哦，去遐签字签啥呢？签这个这个岛吼，一半库页岛，一半给日本。啊，迄、那个大连啦、啊，什么啥遐军港啦、啊，什么啥伊占的所在，伊拢退出，拢给日本。啊，完全诶，温州伊也袂当插，吼、哦，啥，这条内容是啥呢啦？吼、哦，日俄战争的内容。哦，这个是迄个库页岛啊，这个五十度都在遮啦，啊，所以一半爱给日本啦，吼、哦。来，这个北方四岛吼、哦，我用这张看看，北方四岛是这地 A、B、C、D 这四地啦，哦，啊，日本。首相捌去甲讨，伊讲一人分一半，吼、哦，一人分一半。啊，迄、那个 A 含 B 合理，吼、哦，一半。啊，我 C 含 D 我的，吼、哦，哎，看差偌济啦，吼、哦。A 即地啦，群岛啦，啊 B 即地啦，啊 C 即地啦，啊 D 即地，哦啊，咱四地吼，一人分两地，哈、哦，啊，苏联足干的吼，讲一人分两地，安尼。日本吼、哦，伊这两地，也阁进，也阁苏联占的，啊，这两地，哦，这两地足水的，这个，这两地岛会当去。我前年有去坐船啊，去这两地岛足水。伊这两地岛，美国，迄、那个日本的，日本是应该这两地，啊，阁加这四地啦，吼、哦。伊北方跟苏联交界有六地岛啦，啊，这两地，这四地拢去哦，四地拢去哦，迄个。啊，这两地会当也个日本管的啦哈。哎、欸，日本的政府内底也个有迄北方四岛的迄个政府呢，啊咧管的啊管袂着呢啦哈。因迄个政府也定低咧，无伊唔敢说无去啊。哦，日本政府迄个讲哦，北方四岛的迄、那个诶，迄个管理局也个低咧啊。哎、欸，无啦，啊伊个管理局无，但是伊管袂着啊。伊个管理局伊唔敢撤销去。啊，撤销伊，甲等于北方四岛拢无去，啊，所以伊个管理高也阁低咧啦吼。要安那讨北方四岛，迄个，吼、哦，这是咱国际班上了。啊，有一个 common sense 是讲，这个北方四岛应该国际三号内底无签讲，就是爱有苏联，所以也阁是日本的啦。啊，真四地岛拢苏联人占的。好来，迄土地安那呢？慈湖岛是干那一百平方公里啦吼，啊，色丹岛咧二啊五啦。啊，第三地咧，千五，第四地咧，哦，三千二啦。按讲哦，这一人分一半啦，哎、欸，天下一平，哎、欸，真正哦，哦，迄苏联有啦尴尬，苏联健康当然足干的，真正，苏联健康当然足干。啊，等下我来讲到迄个，跟日本是互不侵犯条约的中间出手，拍日本呢。以前伊跟德国咧战甲的时阵，跟日本讲，哎、欸，咱两个来签和平条约，哦，互不侵犯条约。无，拢好啊！就专心去对德国阵，即阵德国阵战了，转来，日本扣运，迄扣运，八月七八，伊人甲你讲，啊是安那个满洲向进去哦，是安那呢？迄阵吼，满洲兵吼，军来军团，重用的军团哦，调转来台湾，而且呢，迄阵听伊讲美国要来攻台湾啦，结果美国无来攻，攻对迄个。不是，我去哪嘛？
阮细汉的时阵，也知影日本兵去伫台南呢。迄军团足勇的，听伊讲啦，迄两个军团是拢美国的乌刀，日本的乌刀的呢。嚯、哦，大家拢偌勇的，准备要跟美国，结果拢无车拼到咧。台湾都无的哦。啊，所以温州两个手都叫都无兵了嘛，两个手叫苏联劈一个都占了了了吼。迄、哦那个历史就小可知影者，是安那日本的占温州是安那温州个，叫遐尼紧就叫。好来，拄仔只咧讲这个迄、那个讲是安那，什么是领土啊？什么是迄个 colony 哈、哦？征服归顺台湾哦，都要先主权的吼、哦。了几冬呢？二十冬啦。日本1895了二十冬，才将台湾的主权权力建构起来了。二十冬到1915，才变成主权。后来啊，主权迄、那个土地统治权好了，开始爱皇民化。这是世界公约，北海道。北海道头啊，有那不是日本的国土呢？有那是迄个什么爱奴族还是啥的国土？日本去甲占了，嘛是甲皇民化。什么叫做皇民化？就是讲用语言和语言在讲日本话。啊，迄个读册爱读日本话。哦，啊，什么啥？咱安尼了，一个程度了，卡宪法实施了。来，我即摆阁刷了，就是讲这。来，伊这1937开始在台湾实施皇民化，1937开始哦，到1945年，迄、那个拢总八冬的时间皇民化，迄阵你开始改姓啊，有无吼？哎、哦、呀，我迄阵出世，我嘛是拢日本名，吼、哦，大家拢已经拢改啊嘛，大家拢改名改了啊，吼、哦，伊啊了，1945这是几啊几个？1945的。4月7日，哦，这日期一定要知影。19454月7日，安那？愚人节是10月25啦。愚人节是10月25啦。10月25日叫做愚人节啦。哦，咱民政府把你那个用10月25做愚人节，真正要用。哎、欸，秘书长嘛讲讲，伊绝对要甲用作10月25用作愚人节，因为4月7日吼，日本的政治吼，所有预算呐、啊，所有啥拢伫4月7日咧遐啦。啊，所以台湾要实施宪法的伫遮的时阵，嘛是经历一，哎，即摆伫中国来讲啊，4月7日咧遐愚人节啦，即摆甲你用的，互咱讲哦，4月7日的愚人节、啊。来，4月7日，日本天皇下诏书，大日本帝国宪法实施于台湾。这个宪法实施于台湾了，就是台湾由 colony 变作是日本的啥 territory。哦，安尼啦，多查底安尼啦，有皇民化啊，有实施宪法的这个所在，这个所在就是变作领土。你讲啥？1942在台征兵，主权象征。当时台湾人才开始有参政权及战权。这个1945四月七以前所征的兵叫做军夫啦。哦，以前有无？咱有诶，咱的亲戚是不是有人去调去做军夫无？哦，迄拢军夫哦，迄毋是抽去做兵哦，抽去做兵就是四月七以后抽的，迄个是正工或者皇军呢。迄阵足光荣诶，迄阵要做皇军无简单呢，啊，抽起来迄阵拢皇军啦吼、哦。来，啊，四月七日，台湾依法变成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吼、哦。那阵就是辽东半岛是大清帝国的领土一样，哦。好来，啊，讲到这个开罗宣言吼、哦，开罗宣言吼、哦，时间吼、哦。小可怪怪啦吼，因为这考试可能唔知会考这面，但考这是很模糊啦。因为吼，迄是迄个1943吼，大战进前的两冬前吼，1月27日发表的，
发表这个十一月二十发表开罗宣言。啊，那英国吼，英国写开罗宣言是当时呢十二月七日。啊，我就解释，我只讲这就是要解释你有人听。十一月二七，因为伊开会是当时呢，二二到十一月二二到二六开会开开嘞，哦，蒋介石啊，跟罗斯福、跟恰丘、丘吉尔三个开会，哦，伫底开会，埃及的开罗，伫底就是开罗会议，吼、哦，伫底开的啦，吼、哦，来到二六哦，啊，所以二七发表，十一月二七发表开罗宣言，吼、哦。是安那苏联无参加？斯大林讲，恁爸无爱参加嘞。然后蒋介石底下吼，恁爸无爱参加。真正是安尼。啊，所以英国跟美国吼，无法度讲，哦，安尼要安那。好，咱十一月二七开了，二八换蒋介石回去，你斯大林来。吼、哦，啊，甲伫伊朗的首都。德黑兰，伫德黑兰个对二十开始，啊开到到十二月七日，啊个合作德黑兰会议所发表的，跟开罗宣言发表的一模一样，斯大林拢同意，哦，斯大林拢同意，啊所以哦，你讲着开罗宣言哦，到底是十一月二七还是十二月七日？那英国的，等下我会用了，英国写拢写十二月七日。哦，迄个原因伫遮啦吼，互恁小可知影一下，是安那日期的一个十一月二七，啊一个十二月七日啦吼。啊，伊讲什么偷得的，日本由中国人偷得的领土，当时去偷的。哎呀，国际合约、下关条约定的，才是偷的咧。哦，啊，伊就要甲讲偷的，你就不合理咧。啊，来开罗宣言有讲吼，迄个。琉球啦吼，是琉球占领原先由美中共管的构想，而演变成美国单独。旧金山哦，定了吼，写美国管理的，无讲着中国咧。哦，无一定照旧金山，无一定照迄个开罗宣言啦。开罗宣言写讲琉球是中国跟美国共管的，啊，结果定了咧。啊，迄阵中国已经跳去啊，哦。就是那边条一九五年，中国都死啊！呀，一九四九，啊，就死啊嘛，哈！哎，有蒙牌伫南京嘛，哈！哎，咱你这蒙牌有看到哈？哎，来，所以开罗宣言并非绝对能成为对日合约条款的，因为都足侪都低级的咧，伊就无迄啦。哦，德黑兰会议，来，恁知影？德黑兰会议跟开罗会议的结果是一模一样的，相差一个蒋介石跟斯大林安尼，哦，啊，伊就讲无爱跟臭头啊做伙开会，哦，啊，所以伊就过去埃及的首都再开啊烧香啦，哈、哦。好，来十一月二七的哈。啊，这个啊，会当写作十二月七日啦，吼，德黑兰会议，这两个是同款的，吼。好来，这个日期这拢爱知影吼，这四月七，四月好来，这个日期要知影，开罗会议十一月二七，德黑兰会议是十二月七日，吼。啊，四月一九四五，四月七是下诏书，大日本帝国宪法实施于台湾，成为大日本帝国的固有领土。哦，好来，1944年，咱拢从 D Day，D Day，D Day 是什么意思啊 ？D Day 英语是啥意思 ？Day of the Day， 就是迄日啦 ，D Day 就是对即日。胜利啦，哦，咱最近从历史哦，甲那是讲对迄一日要什么开始先，唔是，迄一日就是决定的日，咁即摆咧用历史，小可模糊迄个历史本来的意思去啊，吼、哦，来六月七日，迄个咱即个电影有看，捌看过啦，吼、哦，诺曼底克大登陆，吼、哦，艾森豪啊，
伊主导的哈。来，德国吼，伊还无一冬的，六月初啦，伊到过冬的五月初八，就伫柏林导航啊呢。1945，啊日本呢，冻啊久哦。嘿，日本冻啊久，差三个月，三个月一礼拜呢，三个月搁一礼拜啦吼。嘿，日本冻啊久啦。哎呦，实是有人叫苏联害，无日本无遐紧导航的。好，来，我即阵要甲恁讲波茨坦宣言吼，波茨坦宣言拢总13条了吼。恁唔免记讲，你干那记的是点？波茨坦宣言就是咧讲啥呢？就是讲对日本的招降书啦。啊，那招降书呢？你那即摆赶紧导航。我予你，你的军队拢予你转去，你的工业我也无要解破坏，啊，我也无要甚物啥。波茨坦宣言你干呐记，你免记内容，就是咧招降书，就是讲我予你好处，唔甲你安呐，唔甲你灭，唔甲你安呐，袂像德国安尼甲焦土啦，甚物啥？哦，我你若导航，我逐项拢顺利，甚物拢予你，日本军队予你转去，啊，甚物啥？予你好好去转去过，啥啥？波茨坦宣言咧讲啥？不停啦，现在第8条啦，写着讲要遵守开罗宣言，多一条这啦，哦，所以你讲波茨坦，就是第8条写讲要遵守开罗宣言，哦，开罗宣言靠较早嘞，那是宣言，啊，这波茨坦宣言嘛宣言，啊，但是咱因迄个Chinese台北就用这两条讲，哦，台湾就是中国的哦，就是用的哦。开罗宣言也是讲要归还，啊，波茨坦宣言第8条写讲要遵守开罗宣言，哈、哦。哦，啊来，因嘛是英国、美国、啊含苏联三个伫波茨坦开会啦，啊，蒋介石无去开哦，啊，即摆要签字的时阵哦，苏联讲，诶，我唔能签。是安尼，伊唔能签。我看日本是互不侵犯条约啊，哦，啊无阿边啊，那一个条约两个国家尔无啥个，来，蒋介石你来签，哦，所以波茨坦宣言是蒋介石去签的呢，无去开会啊去签的，斯大林无爱签啦，哦，你听有这個意思无？啊，到尾8月7日以后，苏联拍落来，伊才来签。啊，所以变四国签啦，哦，波茨坦宣言，哦，你知影这波茨坦宣言内容就安怎？啊，剩的内容唔免想怎样，就是招降书就对啦。你家己本招降啦，吼、哦，波茨坦宣言，安大家知影啦，吼、哦。刚才迄第8条啦，啊，哦，这就是咧讲，因为苏联碍于苏日中立条约尚在有效期间，当时未列明的哈。哦啊，8月7日，伊才开始签名啦，哈。啊，这是波茨坦宣言，咱免看。哦，第8条，叫潘文的第8条下的开了这的条件必将实施啊。好来。啊！拄我只咧讲台书，第一颗原子弹，伫8月7日，伫希罗西马，哦，扔落去。啊，第2粒咧，30楼，吼、哦，在长崎南加萨基扔落，美国也是干那迄2粒尔咧。啊，有影啦！哎，日本实在是安尼也袂导航啦。搁刷落是啥呢？8月7日，双方出兵，嘿，伊讲系啦，啊，连苏联，咱这个步步侵犯条约也讲来了，记账未掉了。伊个吼，伊这个41年4月2日签的吼，伊个签是5年有效呢，5年了，伊这签5年了，啊，所以应该到1946年。
要个是中中枢，哇，日枢户部侵犯呢，伊嘛是这苏联的这个这个人呢，这个国啦吼，哦，就是安个啊，伊的利益搞了，伊就不管你了。哦，有效期间为五年，啊，应该是到1946年4月较无效的啊。好，八月初九发动八月风暴，出兵占领中国东北，当时伪满中国占领，并夺得库页岛全境，吼，对啊，一直跑落来。来，日本吼、哦，叫八月初九叫苏联安尼吼，八月初三因就决定要投降啦，哦，啊因透过瑞士吼、哦，透过瑞士啊含瑞典吼。哦印度甲讲，你就看下。8月10号哦，透过瑞典及瑞士政府向中美英苏四国召会，接受波茨坦公告。波茨坦，我拄仔才甲讲，是咧啥？劝降书嘛。哦，我要接受。安尼，8月13号就甲瑞士讲啊啦。但是伊迄个期间就开始吼，苏联就一直拍啦，对北方四岛拢甲渐渐的，啊，起来遐人甲。甲陈清等于日本啊，吼、哦，嘿，苏联啊，所以到8月15号7点，中美英苏四国同时宣布已接受日本的投降，哦，哦，这，来，这个我爱讲一下，麦克阿瑟，这个第一号命令，吼、哦，第一号命令，吼、哦，是迄个特鲁曼，美国迄、那个。杜鲁门签名了哈，是高尾谁对日本受降日发布命令，美国为日本台湾的政府所有权分配盟军的占领区。阿贝被安娜占领区，以及哈，而且马加萨的第一号命令哈，一十几岁，84岁哈，1980到60哈，抓84岁了，而且这就是，这也标志了是加迄个。来，第一条内底吼，伊这个美国吼，来你来看，中国的部分啦、啊、吼，台湾、中国含台湾哦，伊咧分配讲什么人要去接收啦，要去接收什么？不是接收土地，接收日本军的投降哦。这个命令是要接收日本军的投降啊，所以中国这个所在满洲无除外，中国含台湾，啊含北越。北越向蒋介石委员长投降，要接受这三所在，中国满洲无算的，伊满洲要苏联接受啦，哦，迄、那个中国台湾啊，含北越是叫啊，北越有去无？咱拢前后咱拢无讲着，苏迄、那个中国敢有去北越？有啦，蒋介石派卢鱼去，带200,000军队去咧，卢汉嘿，带伊。200,000军队去啊！人呢？来，我讲了，哦，啊，剩的哦，哦，啊来，满洲啊，含北朝鲜、库页岛，向这苏联这三个所在，库页岛嘛，向不是可以呢，是可以接受投降呢，接受投降呢，啊，剩的哦。你看人家较好运啦，即像蒙巴顿将军啦，即说说，大家都拢好势好势，缅甸啦，什么泰国啦，大家苏门答腊，什么大家拢独立啦，拢无在意，拢等等伊啦，即拢蒙巴顿将军就无牢固，就讲哦，互恁独立，互恁独立，我跟你说，歹运嘞，咱台湾较歹运嘞，去互伊占嘞，咱无，哦，啊，即，哇，中国文章呢，迄、那个。来，蒋介石派卢汉将军带部下20名进军北韩，去大敌啊，接受日本人的投降，并留守照让，才是去大半当年，是安那大半当年嘞？北韩哦，咧基因嘛，大家咧食都无通食啦，啊伊军队要去戳无路啊，啊那来到台湾嘞，嚯，戳一个，较迄阵台湾也捌米无够的啦吼，啊戳到米拢摕转去中国啦。啊，什么线？哦，台湾就好康，占台湾啊，占北越的，半当的，所就等于啊，
以前中国有人咧出钱啦吼，伊个武汉国家，哎，等下打工会，打工会，安尼有人国家半当就国家调转去啊啦，啊台湾啊，一开六七十当也唔走啦吼，实足歹运，咱台湾足歹运啦。好来，啊，这些大师，8月15无条件投降，9月2蒙军接受投降书，10月25蒋介石派蒙军。在台北接受日军投降，这是中山日啊！啊，我们一直被我们骗为光复节啊，光复节哦。啊，来过冬哦，1月12，对行政院一个命令讲，杰山市第0397号训令，将所有日本台湾人变为中国人。国际公法不是安尼的啦，国际公法要变成国际，爱有三个条件啦，自动。啊，个你的意愿，啊个 legal 合法，哦，袂，都看我袂晓唔啊，啊，但是诶，就介绍来一个公文就讲，你变做中国人，啊，就是变中国人，啊，为着这个英国后出来抗议，美国后出来抗议呢，啊，就介绍有回答啦，讲啊，这是暂时的啦，安尼啦，啊，暂时到即个几冬啊，60冬啊啦，哦，伊拢无下这个嘛吼、哦，来。来，这张我有甲用出来，这张是迄个英国大使馆写的碑啦吼。好，来，伊写讲啥？1943年，英国外交部致函中华民国，来，伊讲啥呢？关于台湾岛移转中国事，英国政府以为仍应按照1943年将其一下十二月初开罗宣言哦。你就知影讲，啊是安那，这才是，无啦，啊就是人英国伊的，人伊的迄、那个，伫克，啊，波茨坦，德黑兰呐、啊，德黑兰是12月7，我拄仔只一直咧计算，这就是你的搞混啦、啊，吼，啊是安那开始写12月7，应该是11月27啦，但是英国写的是写这啦、個、吼。不能自身将台湾主权由日本移转中国，应后于日本订立和平条约和其他正式外交手续而后，因此台湾虽以为中国政府统治，英国政府欠难同意台湾人民愿意恢复中国国籍，有甲抗议呢？哦，两摆哦，3月也抗议一摆，啊8月也抗议一摆，啊这是美国嘛抗议，啊国民政府倒讲为方便管理是暂时措施，啊。暂时个向固了哈。哦，我拄仔咧甲你讲，你老袁登去上网哈、哦，中华民国无去啊哈，消失了吗？你打 AIT 啊，打迄个签证服务啊，然后 S 打的所在，你甲点入去，哎、啊，内底有中文，你甲点中文来看，拢无好事。哦，伊个敢若有台湾尔啦，啊，若金门妈祖。妈祖的吼，伊拢算中国的呢，伊袂当免签呢。嘿，金门妈祖袂当，伊干呐要给台湾人尔嘛。啊，我想，我后壁足侪啦吼，我啊，即、這个爱知影，比如讲台湾跟比如恁来记咧，啊，即、這个台湾关系法吼，迄个。美日安保条约哈，美日安保条约，一防守山靠对，你知无？到台湾呢？美日安保条约包括台湾，无包括金门马祖，哦，所以那台湾伊要来攻占，也个咱也个伫安保条约内底了，哦，啊46，种国际安保条约。来，你这知识小可知影一下吼，拢有49国、52国去开会啦，啊，三个国家无签啦，就是苏联、波兰、捷克，3国未签啦，吼、哦，这3国无签，因为伊这两个拢对的嘛，啊，伊北方四岛无讲到啊，无讲要向苏联啦，所以未交跟签啊，所以国际上内底52个去开49个，啊，签咧，还佫等于恁岛的国会，恁国的国会通过，佫有3个国会无通过啦。印尼、哥伦比亚、斯里兰卡，所以事实签的46个尔吼。旧金山和平条约是46个签尔，这个46个内底无 ROC， 无 PROC， 好。
安尼，咱今日到遮，啊，我搁讲一摆，恁老爸迄个有随身碟，我这是我后壁还足多啦，恁会当去扩，吼、哦，这是公共财，会当大家去家遐扩迄个资料个，吼、哦，会当转去搁家己看哈、啊。好，谢谢大家，谢谢。啊，各位同心，咱稍等下食饭吼，啊，食饭饱12:30吼，去头前迄栋的一楼大门口迄上。等一下吃完饭，12:30到前面那一栋的一楼拍照，到12:30哦。啊，下课休息吃饭、欸。那个照相很要紧哦，你若无来翕，哎，别日还佫来补翕哦。哎、欸，12:30爱翕相哦，那是证据哦。哎、欸。